没有小孩我 OK。他小孩卡在没有小孩，如果我嫁给他，我死掉，他小孩会享用我的钱。哎、我在天堂看到他在数我的钱，这么哈哈笑，我会生气。不要结婚就好了嘛。我还能生吗？两个躺在一起，他那哈鬼都输赢了。你们的感觉，这两对哪一对是最有可能弄假成真的？我会选择白云跟秀慧姐。我也是。那你选，你也是吗？我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两个都已经算是这个差不多年那个长辈等级，也想要定下来了。想要定下来，我要想倒下去嘞，定下来。如果他有财产的话，我是愿意啦。啊，他有啊，他有啊。那有秀慧姐比他还有钱很多嘞，秀慧姐财产多我300多倍哎。很够啊。所以秀慧姐，秀慧姐，你现在是卡在你要白云哥的人，但是因为他钱还不够多嘛。啊，不是，我卡在说，因为他如果哈没有小孩，我 OK。他小孩卡在没有小孩，如果我嫁给他，我死掉。他小孩会享用我的钱、哎、我在天堂看到他在数我的钱这么哈哈笑，我会生气。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就好了嘛。我还能生吗？可以。你说他还能生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吧、欸、他已经去乡公所领5000块了呢。工作他今天坐公车来都不用钱呢。你两个干嘛这对够可怜？这对不可怜、啊、这对可怜、啊、你干嘛对这对钱我可怜？少年啊，少年啊，有可能哦、喔。孙生，少年那孙行哦，子弹穿边边，枪也夹得断。那个子弹随时上膛。真的真的。说两个躺在一起，嗯，没感觉。哎，看了哈鬼都输赢了。哈哈鬼输赢，现在意思。哈鬼输赢了，立刻行动。脚过去。哈鬼对，裤裆里面就是2亿啦。过户啦。过去就要过户了。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他们，我也是觉得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已经有做过，他们只是忘记，应该有，因为年纪大，有可能哎，总是怎么会忘记啊？忘记。我们要延续刚刚我问林丹的话题，你们一定在某个 moment 哦，嗯，会差点擦枪走火爱上。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要去彩排嘛。那后来因为我穿一件西装。然后就配了一个腰带，我准备去提麦克风，说：“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”我说：“阿诺啊，你过来啦！”啊，他因为他坐着嘛，啊，我站着嘛，他就把我拉衣服，过来啦！这安尼穿袂用，这较早我做宪兵，这爱有线条，挑脚捏线，因为他把它皱在一起嘛，他那个你外面那个腰带一绑下去，对，皱的，对啊，他就把它挑脚捏线，把它弄好，哎，捏那个线，就弄很久，我心里想说。弄很久，厉害哦！他是不是故意弄很久？白哥厉害，为什么？对，赞哦！就是很就淡淡的，就一路低头啊！为什么要拉那么久？为什么拉那么久？我就这样，也赞。后来弄好了之后，碰一下，刚好凡哥走过来，凡哥就说。哦，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，我非常感动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好像爸爸在帮女儿穿衣服。就希望你要走出家门，你要这衣服要整齐了。所以那个 moment 你有，我觉得说爱上他的感觉。如果他是一个好男人的话，那个秀慧姐有什么 moment 让你觉得哎，好像有可能？印象当中，我们一起好像去一个餐厅吃饭，然后他坐在我旁边，他呢就喝心呗，啊来来来就。一个盘子，一般我们去餐厅都有盘子，来来来，去夹，就嘿，你多吃一点，你给夹几块，你唔当叫散钱啊拿啦，对，哎，我就觉得哦，虽然我妈走了十几年了，哎，我妈又回来了，那个 moment 的感觉，哎，啊，今天就惊咱腰掉，就是那个 moment， 哎，好像有一点不。